紧急集合，现在召开家庭会议。李正，稍息，我说一二，你妈不在家这几天由我来主持家庭会议。我妈不在家你来主持会议啊？我看你想蒙圈篡位吧。大胆，你怎么跟我说话的？我是因为我妈口欲。口欲？什么口欲？朝我妈口欲。一，何志宽，答到。到。我不在家这几天，何志宽负责家里的衣食住行，吃喝拉撒，把家里的卫生给我搞干净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二，董思到。出去洗完以后，帮爸爸洗洗衣服，看看家务，帮弟弟辅导作业，听到吗？听到了。如果有人不听，立刻向我汇报。明白了吗？这也是我妈认出的吗？对呀、啊。明白了。大点声。明白了。别，散会。哎呦我的妈！